在这一边呢，他说我有 A、B、C 三个点是在同条直线，B 把 AC 分2:1。OK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就有 B 把 AC 这一条线减了减是105。OK，好，所以它是这样的一条线。OK，你把它想象成是这样的一条线，然后你的 A 呢是减二逗号减十一，然后你的 B 呢？是在这一边，它是零逗号减五，然后 C 是 AB，OK，他说 B 分那个AC in the ratio 2:1，find the coordinate of C，所以在这边你就直接这样交叉乘了，OK，所以你就有 E 乘减二，E 乘减二加二乘 A 除以 E 加二。等于零，然后 e 乘减十一加二乘 b 除以一加二等于减五。我们其实就是拿 x 的部分、x 的部分还有 x 的部分，然后接着就 y 的部分，没有，然后就接着那个x 的部分这一个，然后 y 的部分这一个呢是这样，y 的部分。y 的部分，还有 y 的部分这一边，所以我们就一加二三三乘零零，减二加二 a 等于零，所以二 a 等于二，a 等于一，然后减十一加二 b 等于减十五，一加二三乘上去减十五，所以二 b 等于减十五加十一等于减十四，没有等于减四。所以我的 B 会是等于减二，所以我的 C 呢是1逗号减二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